9日，赵丽颖发文宣布与经纪人黄斌结束合作的消息，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。有眼尖的网友却发现，在两人之间刚宣布结束合作，赵丽颖工作室却秒删了一条微博，内容依次是发给营销号的通稿。不少粉丝劝工作室到底养活了多少营销号，多得忘记切换账号了吧，直言趁工作室租个人吧。赵丽颖近来恋情扑朔迷离，怀孕传闻也未间断，备受网友的关注。